芳莲姐妹一定要试试学画这个妆，气质又大气，太适合我们了。底妆部分可以选这种丝滑细腻的粉底，很好推开，很好上妆。我用的自然色，从内到外以打圈的方式拍开，边边角角都要照顾到，这样粉底牢牢地贴着毛孔。凑近看看这妆效，很服帖，很均匀，感觉皮肤很好的样子。散粉再定妆一下下，眉毛可以画的微挑，眉峰圆润来修饰脸型。这个妆眼影很简单，肤色打底整个眼睛，咖棕色加深睫毛根部，下至也来一点咖色眼影画个卧蚕，眼线用黑色胶笔画个全包眼线。灵魂假睫毛安排，刷刷下睫毛，后半段再补几根。眼头卧蚕用珠光点缀一下，老规矩修容来一下，记得用灰棕调的哦，不容易显脏。最后涂个橘红调口红就画好了。